这部 iPhone 马上就要发布了，他说去上海新天地的苹果专卖店去看看，作为一个三星 UP 主，这实在有点打脸，我来教你怎么办。走，带他去一个神秘的地方。三星在上海新天地时尚的户外广场开了一个折叠屏手机快闪店，让他一起去体验一下。走起。欢迎光临三星，这是咱们最新的一款掌心折叠屏手机，您可以体验一下。咱们双击这个锁屏键，双击就可以进行一个拍照了。而且您这样掌心可以自动进行一个识别的拍照。对，就是啊，这个拍照。对的，然后咱们按这个键也可以进行拍照。咱们用外屏进行拍照的时候，直接双击这个键，然后用这个音量键上键或下键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拍照了。这个角度可以吗？这个可以，咱们新款的三星手机是可以进行两个 APP 同时操作的，比如说您打开了一个抖音，然后双指向上滑，然后您如果需要一个购物的话，可以上面进行一个抖音的观看，下面进行一个京东的购物，然后咱们横过来的话也可以是，哦，也可以。咱们目前是这些专有的颜色之外，咱们还可以进行一个色卡的定制，从前面和咱们的铰链和咱们的背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选择的。这是咱们的一个新款的 Watch 5 Pro 手表，然后它可以检测您的心率、您的一个身体成分，还有一个体温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检测的。这是咱们的一款 Watch 5手表，然后和刚刚那款 Watch 5 Pro 其实性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它更加的轻便，而且表带更加的时尚，您可以感受一下。咱们这边也有一个非常多的一个颜色可以供您选择，可以根据您每天的一些服装搭配或者您的心情进行一个选择就可以了。这是咱们新款的 Fold 4折叠屏手机，咱们这边的密度更强，所以它其实几乎是看不到了。对对，其实几乎是看不到的一个状态。你看咱们这边拍一张照片，然后这边直接可以进行一个预览，照片预览，这个咱们的一个 S Pen 可以直接进行一个书写操作。咱们 Fold 是在看一个视频的时候，咱们可以直接把它折叠起来，对的。然后您看，按这个小手指的键可以直接进行一个鼠标操作，然后咱们双指的话可以拖动一个进度条。咱们新款 Fold 4相较于上一代手机，其实它屏幕变得更宽，这款手机是有防水功能的，目前只有三星的折叠手机才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咱们快闪店是有一个体验手机集章打卡的活动，然后您每个桌的话都可以体验一遍，然后我就可以给您进行一个盖章，然后您可以在门口领取一个奖品。谢谢。怎么样，我们还去看苹果吗？我现在对三星有点心动哎，要不你买一个给我玩玩。走，三星上海新天地时尚户外广场快闪店，从现在开始将继续到9月5日。现场参与手机体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互动游戏，领取包括 Buzz 2等的精美礼品。现场预定还有更多的惊喜优惠，带他去看看吧。